这个世界欠瓦斯塔亚一份天大的人情，我就是来算这笔账的。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是艾欧尼亚的干涉招来了我们的反抗。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有时候人会为了正当的理由而牺牲，我也不例外。 我生来就是为了惹人炸毛的。 反叛的渴望在我的血里燃烧。 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狼藉，就好像是我喂过的一条小狗。 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不过这件事确实很容易。棒，是我最喜欢的谈判。 很久以前，魔法随处可见，就像瓦斯塔亚人说的 “Om Opposat”。An ally has been slain. 他们毫无意识地径直走向，就跟诺克萨斯人一样。如果我们存在，会给其他所有人带去证据，就这样吧。 压制你太多！哇！哦！哈！
这些蠢货我还没应付完呢。 破坏需要耐心和时间，还有无数羽毛做成的匕首。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我总能找到破绽。 更愿意在夜晚干活，因为你知道太阳很亮，有点心。无人机部署。哈。行吧，咱们不如动手吧。 Double kill！啊，这些蠢货我还没应付完呢。 我讨厌每个人，除了我自己，还有洛。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我再强调一遍，为了必须完成的目标，我可以不择手段。进攻！
子龙Shut down. 但好景往往不长，对吧？ An ally has been slain. 那么我要给多少钱呢？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别好意思。妥协是最令人失望不过的了。所有女人都渴望得到洛，好像他们知道该怎么治他。不用惋惜，他们只是魔法操纵动起来的一堆破布罢了。艾欧尼亚曾经很美好，那是远在人类还没能驯服那剧烈暴躁的魔法之前。历史全是胜利者所救的。漫天飞雨。死亡既安详又美好，我真应该谢谢你打破了。An ally has been slain.女人闲聊从来不是我要做的事。下一个。是小小的头骨上插着小树枝的话，那另当别论。魔法不是一条可以轻易改道的路，它是无可拘束的奔腾浪涌。他们说我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手。我要走了。去哪里？真不错。看到是吧？ An ally has been slain.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Unstoppable.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漫天飞雨。看。
down.我一直想穿着这身衣服被人埋葬，又重新复活。Dominating， 自然会轻易地倒向混沌，要么屈服，要么毁灭。我们瓦斯卡亚的精魂每天都在变化。也为死者。Godlike. Ha! Ha!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知道这家店打算宰我。为什么？自然狂野难驯，而且早已失衡。和一个败坏的守卫走进我面前，没。第二次机会。
slain. Shut dow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Has destroyed a turret. 我要走了，不是这里，就走了。我想把这家店全包了。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Mm-hmm.
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狼藉，就好像是我喂过的一条小狗。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Shut down. Enemy double kill. 无处可见，就像瓦斯塔亚人说的 ，Om Uposa。真没劲。Godlike。如果我们的存在会给其他所有人带去混乱，那就这样吧。You have slain an enemy. You have been slain.既安详又美好，我就应该谢谢你打破了它。破坏过了月亮和时间，还有无数羽毛做成的毒蛇。火焰治愈了你。我更愿意在夜晚干活，因为你知道，太阳很亮，很恶心。The enemy has been slain.
瓦斯塔要的暴击事件。